如是王。一时，世间在王舍城的灵鹫山上和许多弟子们在一起。弟子之一的阿难，他这么的向世尊询问：“世尊，我觉得今天的您看起来比平日还要更清澈更灿烂，依我想那是因为您和诸佛心灵交流之故，是不是呢，世尊？”“你问得很好，阿难，你的问题是悲悯世间众生，一心想伸出援手所致。诸佛之所以出世，也是为了要给予众生一个真正的幸福。阿难，今天我就为你解说诸佛的缘由，你仔细听。”“是，那我就仔细听了。”佛典物语，大愿，佛说无量寿经。且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出现一位被称为定光的如来，引导无数的人们。接着又出现叫做光远的如来，接着是月光、旃檀光、善山光、须弥天冠、须弥等药、月色、正念、离垢、无着等如来相继出世，引导众生。最后出世的如来就叫做世自在王佛，他是拥有无量高德的佛。当时一位国王遇见他，听到世自在王佛的说法，大受感动，抛弃国家王位而出家，法号取为法藏。法藏的智慧超凡，意志又坚定，是一位超越凡人的伟大人物。法藏菩萨深深地向世自在王佛礼拜，在唱完赞美佛的诗歌后，他这么请求着：“我真心诚意的想得到正确的悟道，求求你，请为我详细的说法吧。我想以法为基础而修行，来创立最高的净土，成佛，以解救众生的烦恼。”“你要如何修行创立净土，你自身应该已经知道。净土要广而且深，这已经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了。求求你，请您详细地告诉我诸佛的净土实态吧，我是真心诚意地想知道。”“原来如此，你的用心确实可贵，非常人所有。法藏啊。”“是。”“即使是广大的海，如果持续以恒地以桶取水，终有一天海水会被你取尽的。如果你能坚持这份心，专心地修行，持之以恒，有一天必可达到你的目的的。”“我一定会照您的话去做的，您放心。”啊，这个时候世自在王佛为法藏菩萨展示广大210亿的诸佛之净土的由来，以及那个国度居住那里的人的生活情况，而且还随法藏菩萨之意让他亲眼看到这一切。之后法藏菩萨的心非常的平和，他没有执着跟欲望，他的心意一直保持坚定，
非常的清静。在长久的沉思以后，终于完成建立净土的大愿。法藏啊，现在你可以说出你的大愿，去告诉所有人，让他们高兴吧。人们听了之后会习道，有了这个缘，你那无量的愿望将可以达成。我知道了，那么我就详细地说出我的心愿来。首先是，当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要建立没有恶鬼、畜生、地狱的世界。如果我办不到，那么我就绝不成佛。这被称为法藏菩萨消除三恶的愿望。地狱是充满恨与愤怒的苦恼世界，恶鬼是为欲望疯狂的痛苦世界，畜生是忘恩负义、寡廉鲜耻者的世界。消除这三个恶世界，建立清净无垢的世界，是法藏菩萨的心愿。还有，我要出生在我的国度里的人，每一个都能够散发黄金般的光辉。如果我办不到，那么我就绝不成佛。还有，出生在我的国度里的人，每个都散发美丽的光辉，而没有美与丑的差别。如果我办不到，我就绝不成佛。这是平等的，给予众生快乐的愿望，以及消除众生美丑歧视的愿望。法藏菩萨希望的世界是不因出生、美丑、外表而有所歧视，想平等地给予每个人如黄金般灿烂的幸福。还有，我希望想要活在净土的人，能不被迷惑的世界所惑，能走上正确的人生。我想引导他们完成悟道。如果办不到的话，我就绝不成佛。还有，当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要利用无限的智慧之光照亮众生，引导众生。还有，我要成为永远拯救众生无限的生命之火。如果办不到，我绝不成佛。还有，当我成佛的时候，希望十方诸佛能赞我为阿弥陀佛，让我这些救人之心说与所有的人都能知道。如果我办不到的话，那么我绝不成佛。法藏的救人心愿就包含在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里面，以让住在十方世界所有的人知道拯救众生的阿弥陀佛之存在。世尊解说这个无量寿经，也是受到他的愿望所影响。还有，当我成佛的时候，凡是听到我的名号的人，相信一定可以转生净土。不断吟唱我的名号的人，我一定让他转生净土。如果我办不到，那么我绝不成佛。法藏菩萨的四十八愿之中，这个第十八愿被称为念佛往生之愿，是最重要的本愿。不论善人与恶人，不分聪明与愚笨，没有差别的收容一切，使众生转生到祥和的无道世界。当一个人被这个大愿唤醒时，就可以得到超越生与死的真正的祥和与快乐。就这样，法藏菩萨
接着讲了48个愿望。最后，当他吟起确定誓愿的诗歌时，大地震动，天上飘下花朵，赞赏法藏的音乐与歌声回响四方。之后，法藏菩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累积了各种修行，一心建立将来迎接众生的净土。请问世尊，法藏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吗？还是他尚未成佛呢？他已经成佛，他的名号叫做阿弥陀如来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从他开始实行他的心愿，已经过了非常久的时间了。那么，这么说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过来了？不，他会过来。好。阿弥陀如来，他是有着无尽的光与生命的，所以他随时随地，就连现在，也在为众生工作。好。阿弥陀如来的净土就在从这儿向西越过10万亿世界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原野和山岭，也没有海，没有山谷沟壑。世尊，您说无山也无谷，那么人们到底是住在哪里呢？阿难啊，净土不是有形的地方，在那里，人们诸佛都不是住在物质的世界里，而是住在阿弥陀佛的慈悲之心所显现的世界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个净土完全是因为阿弥陀如来的神秘力量所显现的。那个国度是由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具玛瑙所构成的，而且广阔无边境，这些宝物互相照应生辉，美丽的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。在那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等恶界，也没有春夏秋冬的差别，一直是不冷不热，是一个非常调和的宜人世界。显现那个世界的阿弥陀如来，充满力量的光明，尊贵而无限，比其他诸佛的光明更加明亮。遇见这个光明，贪欲跟愤怒因愚蠢而引起的痛苦马上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祥和跟快乐，善心油然而生。阿弥陀如来的光明柔和地向10方世界扩散，没有一个角落是照不到的。如果听到阿弥陀如来的心愿，日夜称赞他，诚心接受的话，就可以达成愿望，往生净土，得到诸圣者称赞其功德。阿弥陀如来的寿命就和他的光明一样无限，是数也数不清的。这是因为人类的迷惑永远不止，为了永远拯救众生的悲怨，所以阿弥陀佛才永远地活下去。还有，阿弥陀如来的净土上有许多繁茂的树木，其中属阿弥陀如来悟道之处的菩提树最巨大，装饰着许多宝物，当微风吹过它的枝叶，菩提树就发出无量的回响，
不断地向四方倾诉。听到那声音的人，可以到达深奥的悟道境地。那个国度也有很多水池，水质清净芬芳，池底铺着金、银、水晶、琉璃跟玛瑙等细沙，风吹过，花就飘下来，色彩缤纷的花瓣铺上大地。当花瓣铺造时，地面就打开，自然消失，一片花瓣也不留下来。到处都开着宝物做成的莲花，发出灿烂的光彩，比太阳或月亮更明亮。住在这种国度的圣者们，不久就变得美丽，充满智慧。所有的人都到达深奥的悟道境地，自己放出光明，各自解说佛法，而且领导人们。其中有两位菩萨是最优秀的，他们两人所放出的光明，甚至可以广泛地照耀到三千世界。请问世尊，那两位菩萨的名号叫做什么呢？一位叫做观世音，是慈悲的菩萨；另一位是大势至，是智慧的菩萨。他们两位是在世间修菩萨行，寿命结束后转生到那个净土的。阿弥陀如来经常聚集菩萨和弟子们解说佛道。人们在听完后非常欢喜，得到阿弥陀如来的神秘力量，非常快乐地向十方数不清的世界为了解说佛法而出去。如来净土是这么样的光明洁净，人们为什么不想去追求呢？想去净土是这么样的容易，可是去的人却非常的少。只要相信阿弥陀如来的力量，如来一定会毫无差别的将所有的众生都迎接到美妙的净土。人们为什么只在意世俗的事情，而不肯放弃去追求佛道呢？世间的人极端肤浅，每个人都为了利益而工作，可是却只能糊口过活。有钱人为了更有钱而丧失心智，整天害怕失去手上的钱。没钱的人为了没有钱而痛苦，整天急着想赚钱，最后为了钱而铤而走险，甚至不惜恐吓杀人，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有的人胸中充满着爱欲，执着地想达成欲念，最后还会引发夫妇的争端，家族也因此充满了悲伤跟怨恨。有的人因为嫉妒而毁谤人，甚至说谎去伤害人，也引发纠纷，然后自己躲在背后高兴。有的人好玩懒惰，一辈子不肯努力工作，使得他的家人挨饿受冻，因此受到愤怒的双亲责备，他还改变脸色顶嘴，那个样子就像是遇见了仇人一样，使他的双亲怨叹，
为什么会生下这样的孩子？即使是互相怨恨的人，死别的日子也终究会来到，相爱的人也必须因死而分开。在悲伤怨叹之中，留下来的人也不断相继辞世，一切都是这样短暂虚无的消失，永远不变的东西一样也没有。这就是无常的道理。我解说这个道，趁眼前还活着时引导人们追求永远不变的生命，但是相信的人还是寥寥无几，人们只会追求眼前的快乐，不明道理，为愤怒疯狂，贪于财欲跟支配欲，又如野狼一样，所以才会走上歪路，沉入恶道之底，也因此徘徊在无限痛苦与烦恼的世界。这真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。不知何时出现了弥勒菩萨的身影。其实早在世尊开讲以前，他就已经来了。弥勒，如果有不懂的部分，别客气，尽量说出来。是的，世尊。这世间所有的情况确实如您所说的，我也一直很心痛。但是刚才听到世尊您的指引，我的心与我的眼都打开了，也已经脱离了迷惑了，而且我还听到阿弥陀佛如来的一切，再没比这更高兴的了。那就太好了，弥勒啊。是。你从无限的太古就修菩萨行，一直想要拯救众生，但是你和世人的迷惑却从来没有断绝，这样是不够的。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羞耻。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厌恶生老病死这四个痛苦，要知道人世充满丑陋污秽，知道自己的肤浅。每一个人都要向无所不在的阿弥陀如来去求教，要诚心地向他学习。是的。我对你们以及世人的怜悯比父母疼爱孩子更加殷切，所以我才在这个世界要成佛灭恶，解脱烦恼跟痛苦，去除迷惑的痛苦，给予真正的幸福，使人们都能够到达祥和的净土世界。阿难呐、啊，是。你现在站起来，向阿弥陀如来跪拜。是的，世尊。世尊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请让我们所有的弟子能够亲眼拜见阿弥陀如来他的净土。嗯，好。
如果人们听到阿弥陀如来的名号，相信欣喜，一心不移支持其名号，那个人就得到无可比拟的大利益，这也是一项功德。所以弥勒啊，是，就算三千大千世界被火包围，也要穿越那个火焰，将这真法传给众人，这是有大价值的教言。现在的我在这里为众生说法，这个情形和阿弥陀如来给你们看净土的情况，在后世或许这些教法会被人们渐渐地遗忘，我带着慈悲之心，只希望这个教法能永远地流传到后世。现在起，听到这个教法的人，不论是在何时何地，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都可以如愿地摆脱迷惑，转生到阿弥陀如来的净土。世尊的话说完，世界感动的震撼了，不断地传来音乐，美丽的花朵像雪一样地飘下来。然后聚到灵鹫山的弟子们和菩萨们以及一切大众，听到这尊贵的说法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，大